家卫是什么样的呢？日前，记者在香港街头偶遇王家卫，王导不见了形影不离的墨镜，更添几分儒雅，与太太手牵手压起了马路，完全不顾来往行人侧目。最近一段时间鲜少露面的王家卫，看来日子过得很逍遥，肚子都凸起不少。而王太太虽然不施粉黛，但一条破洞牛仔裤还是显出几分潮范儿。摘掉墨镜的王家卫眼神依然犀利，没多久就发现了记者偷拍，这份敏锐度不输007呀。